喺夏令营第三日咧，就有事情发生。下昼嘅时候咧，我哋喺处海滩喺个海嗰处游紧水，就有一位十岁大嘅细蚊仔，咁无辜辜就浸死咗。嗰营会嘅会长咧，就聚集咗我哋大家喺个会堂里边，就要我哋祈祷。但系未祈祷之前咧，讲咗一句说话。哇！令到我嘅心里边好感动，好冲击我嘅思想。佢讲咩咧？佢话弟兄姊妹，在我哋未祈祷之前，好唔好跪喺神嘅面前，先向神为着呢件事献上感谢，好大嘅挣扎。我话神啊，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系讲呢句说话嗰时，嗰个人啊系一个大傻瓜，喺度搞笑。無稽之談。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哇，呢位人士他認識的神真是咁的的確確是咁真神。我是認識呢位弟兄的，呢位弟兄是在商業界、在銀行界一位有很知名度的、很有名的人、很成功的人士。他絕對不是一個即是開玩笑的人，所以就俾我諗過，原來他呢位神是咁真神。我跪在神的面前痛哭，神在那个下昼就改造了我的生命。耶稣的爱，十字架的大能，能够改造生命。最大的改变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在以前的教会是我自己的牧会来的，我从小就在那个处信主，有一个时期离开了神，但是一回到神那处，我又在那间教会，我结婚在那间教会，我细蚊仔出世在那间教会，所以是我自己的家庭来的，属灵的家里。五年之后，即是教会大了，1600人。我大家都認為我做得很好，但心裏面有一個空虛，即係我發覺我的服事咧所做的事都是講在台上講講講，即係好多人嚟聽，但到底他哋生命有冇好大的改變咧？有時我都不知道，即係人係好多，人數好多啦，係坐喺處都好喜歡聽我所講的道。咁有一次我記得，哇！實感動我，叫嗰啲犯罪的来到主的面前，即是悔改，就在我面前忏悔。哇，那天很多人上来，即是牧会牧了成五年了，哇，他们忏悔的罪，哇，很严重的，同性恋啊、奸淫啊，还有很多偷窃啊，吓我一跳。我说哇，我这么即是用力的来教圣经，他们听圣经听这么久，但是生命原来有这么多污糟邋遢的东西。我开始就渴慕，即是为什么摸不到他们生命的深处呢？我开始就渴慕，哎呀神啊，我为什么经历不到更大的神的力量和医治的能力啊、权柄啊、神迹奇事。即是我心里很爱他，很明白圣经所讲的东西，但是经历呢很缺乏。就在这个缺乏当中就渴慕神。有一次好個別的，在我自己的禱告當中就經歷到神的神的彰顯。我開始講方言啦，咁就唔係喺一個靈恩的一個圈子裏面俾靈恩的牧師啊按手乜嘢，只係一種個人的經驗。咁我就好似好無知啊，即係就去到我啲長執嘅面前講，喂，
我知道我一向教你哋啊，冇呢回事噶，冇方言啊，冇呢啲咁啊。但系我就有咁嘅经历啊，好唔好？我哋翻开圣经研究一下，即系到底呢件事系点样嚟明白咧？哇！就世界大乱啊，就话牧师你唔啱啊，咁就经历咗一年嘅好痛苦嘅挣扎，佢哋就唔接受，咁就把我开除咗。咁喺个伤害嘅当中。神就要我出嚟開始呢間教會，咁開始嗰陣時有600-600人跟住我出嚟。喺個過程裏邊，以前一個好壞嘅習慣再一次浮起嚟，就係吸煙啦。呢個成為一個發泄嘅一個渠道，喺廁所裏邊吸啦。就有時自我解釋話一支煙係冇所謂，但係其實最大嘅問題唔係吸煙唔吸煙，最大嘅問題即係心裏邊有一種黑暗，有一種唔能夠俾人知道嘅秘密，一不可告人嘅事情，就纏繞住我。有一晚，我同家人坐喺樹一齊崇拜主，一齊喺樹即係仰望主。我記得我嘅大女，我大女當時係6歲啫。咁就我就同大女寶欣話：，寶欣啊，我哋舉起手崇拜主啦。當我咁樣講嘅時候，我個大女就問我一個問題：，我爸爸、爹哋啊，一個問題想問你，有個咩問題啊？咁佢就好似好無知咁睇住我：，爸爸，點解你喺廁所裏邊吸煙啊？每次你喺廁所出嚟，聞到好多煙味喎。咁我就話：，你個鼻哥有啲問題啦。繼續崇拜主啦，但我一叫佢舉手，我舉起手想崇拜主嘅時候，有一篇道就我就喺我心裏邊浮起嚟。呢篇道係乜嘢咧？喺哥林多後書裏邊講到摩西即係著住一個帕子嚟遮掩佢個面上邊嘅榮光已經慢慢退失啦。咁呢個咁嘅遮掩咧，使到日後咧世世代代。所有的猶太人每次聽到真道的時候，都好像有一個帕子蒙住佢塊面，看不到真理。咁我喺嗰剎間就好像神同我話，佢話你同寶欣話你冇食煙，可能你爸爸話冇食煙，佢有咩話講係咪？但佢知道你係喺樹扮緊嘢，所以因為你今日戴住呢個面具，從今日以後，你個女兒都會戴住咁樣嘅熟齡。以後佢聽到真理，佢唔能夠接受。哇！我即刻喺我個女6歲大嘅女嘅面前就痛哭，我講爸爸對你唔住。爸爸唔單止食煙，因為爸爸有啲心裏邊嘅嘢放唔低。但係呢個都唔係一個係一個藉口咧，唔啱嘅。就係最壞嘅係我同你講大話。Lied last time, but now he has the guts to admit that he actually lied and he did what he did and he asked for forgiveness.之後我公開的在我教會面前認罪，叫他們寬恕我。但是這個這樣的事情呢，教導整間教會包括我一個很大的功課，就是我們要過著一個透明的生活。當一個領導人願意這樣透明，這樣使到整間教會都透明，即亦比教會體現我，不是說一個做牧師就是十全十美，一些掙扎都沒有，一些軟弱都沒有，這個是假的。但是在軟弱當中可以在主裡面得勝，是一個最大的突破。他很 self-confidence 的 image， 因為他後面他呢有一個很真很 powerful 的神，這樣他因為他又是透明，這樣他心想什麼他說什麼，他沒有什麼需要 hide。我記得是1988年的開始，有一位神的仆人，是一個美國人的牧師，來到我們的教會服侍講道。講道之後呢，就看見我心裡面很大的創傷，因為以前那個經歷的開除，心裡面還有很多的痛。我記得有一天他挑戰我，這位牧師，他說：鄺牧師，我覺得神要你回到以前那間教會，跟他們說對不起，求他們饒恕你。我一聽見我心裡很大的掙扎，我說喂，
不是我趕他們出來，是他趕了我們出來，我為什麼說對不起？這位牧師就跟我說，是鄺牧師，你是當時的主任牧師，教會分裂，誰的錯你都要負責任。有時在這個這樣的人際關係的破壞破裂的當中，其實兩方面都有錯，你為著你自己所或者講錯的事做錯的事，你回到以前的教會那邊。當他這樣分享的時候，神感動我，就覺得是啦，我都有錯，我希望能夠盡了自己的責任，我做錯的事我承認不對。那我記得在1986年一直到1988年，每次我想到以前被開除，而且是我的母會，是我自己的屬靈家，我的心就開始痛，即是痛到好像一把刀那樣割到的人肉。但是呢，我記得1988年，我想是好像1月或2月的時候，我回到以前的教會，找到牧師，我講求你寬恕我，給我機會在會眾的面前講對不起。到今日為止，他們沒有給這樣的機會我在會眾的面前是講對不起，或者他們因為自己一些個人的問題，他們完全接納我。但我記得從那一天開始，我心裡面的痛完全被醫治。醫好之後，我就看見教會開始增長，聖靈開始工作，很大，很多人信